中国我所采取方。南斗的贼我，一滴血落在手上，牵动大海山河。如果远方不风起云涌，一只帽子救亡，如果衣帽里不藏着花招阴谋，江南人民怎么允许北方军上岸登陆？一个叫王道的家伙，利用军阀称王的野心，南北撮合，成就了这桩骗婚的政治买卖，名曰衣冠南斗。从此南方不但成人，从南京到福州、香港，不过千年后的一轮劫波，一艘划船被压上了重重的石头，雀巢鸠占吞噬了当初关于丰收的诺言，不再飞走，也没有了技能骨头心肠怀惨的愧疚。我在中国史里看到的只有过河撤侨，然后让摆渡和搭桥者淹死在河里头。